然推出了全新个人专辑《温岚》同名概念专辑，摒弃了他一向擅长的舞曲风格，尝试其他各种曲风。近日，温岚新歌《听我唱歌》拍摄 MV， 在歌中温岚展现了自己柔情似水的一面。能唱能跳的温岚，大家已经习以为常，偏爱挑战的她这次特意挑选台语歌曲，期待能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惊喜。温岚唱情歌，大家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，那温岚还有什么东西是让大家听到是会为之一亮，或是一些很特别的感觉？所以我就挑了台语歌曲，也挑战了我很不一样，开发了我不一样的一些那个你知道声线，然后我自己也蛮期待的。